他们愿意来高雄一起来打拼，当韩国瑜的副市长。我来讲一句开玩笑的话，起的要比鸡早，做的事情比牛还多，跑的要比马还快，薪水一模一样，做多做少薪水都一样。但是为什么三位副市长整个市府团队要这么认真，要全力的打拼？因为两个是理念，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念，我们互相讨论交流，我们互相勉励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，今天担任高雄市长，担任高雄市的副市长、各级市长，我们这个时候不认真打拼，将来退休的时候想要做也没有机会，所以我们这个团队一定要帮高雄市全力冲刺，请大家帮团队鼓一下吧。我一样会选出最优质的行政院长、内阁团队。我希望整个团队一样有这样的理念，整个团队一心一意为台湾人民来打拼。整个团队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清廉，所以我会立刻成立特征组，特征组专门法办总统、院长、部长。没有信心，带领了台湾2300万同胞往前冲刺。现在台湾周边所有的国家，没有一个国家看得起台湾。我们20-30年前，台湾人那种光荣、骄傲、自信，现在已经没有。连泰国，去泰国旅游，台湾人都要出去才能证明。各位乡亲，我们一天都不能到，如果还会有这样子，我们的团队一定会一心一意的。拜托所有乡亲，所有台湾同胞，让我们国民党立法院过半，好不好？给韩国瑜以及所有国民党立法委员提名的4年，给我们4年的寿命，让我们试试看，国民党执政，国民党衰落，国民党掌握过权力，但是国民党远离了人民，没有办法苦民服众，国民党失去政权，今天变成在野党，我们能够检讨，面对问题。如果韩国瑜选上总统，所有台湾同胞愿意给国民党立法委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在立法院过半，得到台湾人民完全的信任、完全的授权，给我们4年的时间，我们全力去打拼，我们在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之下，全力冲刺台湾的经济，造福台湾人民，好吗？好。